What?最近 OMG 遇到几个对手也比较强，哎，有研究的。哎、这南风就正好往后，这南风这个往后走的这一下是，哇，强行打 F 六。嗯，不过上路这里鳄鱼的二是狠狠的换了一套血，这波克斯打得不错。不过这里打出一个弱点之后往后拉，哦呦，好危险，41滴血。克斯这边没有回过家，所以现在血量是有些劣势。哎呦，这一波，这里的上来这个位置。有没有说法？这是要来了，先溜，有 W 定住，但是皇子，哎，两个人也不追，这边触发一个不灭招，闪现要被单杀了，他觉得能单杀，哇，单是的晒，要是上路游一波，回到中以后是，哎，这里被抢了，大鬼还被抢了，现在这里也很危险，闪现走 EQ， 闪现很尴尬，正面鳄鱼来了，哎呀，这里有危险，有危险。这里，再来一个 W， 但是兰博在下面呀，前有狼后有虎，定了一下，最后直接被兰博烫死。下路如果再出事的话，那可能就尴尬了呀 ！EQ 直接一技能锤起来，被锤了，闪现给鱼叉，兰博这边红温烤火太痛了。不过这一边我们看到皇子是被换掉了，有闪现没交出来，但这一波还是转。在跑线，但是乐言留不到人。是齐亚娜还是尼克？这边过来，两个人又拼起来，但是一个鳄鱼怒气状况很好。乐善这边有点上头，继续打，但这个红度的 Q 太痛了，危险能力太强。一开始已经劣势了，你后期就没办法了。最后直接被活活 A 死，拼完就没了。UK 这边有机会吗？EQ 到大招反手定一下，但是没有被塔打。不过这里自己的技能是都没了。UK 这边还是给到了，但是提前在旁边，不敢继续上了。哎，但这个眼。然后看到这个眼位，鳄鱼知道自己应该是暴露了，但是 Rookie 好像完全没有直接往回走的意思。吸了一下，有点贪 Rookie 这波，好像出事了，不交闪现的，感觉想等 Rookie 复活，但是 Rookie 还有十秒钟才能复活。硬顶配合齐亚娜想接这波团，闪现过来想强杀 Hacker。哎呦 ，Hacker 这里 EQ 交出来闪掉了，反身闪现惩戒拿下这个峡谷前锋。兰博大招下来，而且凯旋回血自己能走掉，杀不掉呀。兰博这里有闪现，完了这波 IG 是扑了个空。现在对于 IG 来说就很难受呀。哦，这大鳄鱼踢脸，没办法，崩。这是下来就打你一套怎么办？红洞的鳄鱼很凶，破败吸一下，感觉帅哥这边可能又扛不住了。哦，还好还好有塔。对的，而且自己这边哎，闪现钩没勾到，一技能锤飞，站上去两个眼。这波感觉小虎有点着急啊，队友还没到呢。哇，这一波上去，这波小虎感觉连头没有做好，因为他现在起到的作用就是一个骚扰。哎，周路想抓冰枪，但是后面人很多，这边定了一下也不敢上。是的，两边中路是大批的人 ，Rookie 要被开，但有个灯笼，灯笼这个灯笼很关键，提前一个也攻空了。海少这波有点着急啊，这边大一下可以反杀一个感觉。但是乐言直接被活烤死了，两边打野的一个互换，配合塔杀。哎，下路这打着打着，帅哥开始追这个鱼锤了。这个帅也不讲道理啊，零杠二的奥恩追着这个三杠零的鳄鱼在打。我落后你一级，我落后你三个头，但是我追着你打。到底谁是零杠二？闪现钩，但是有净化，不过这里有接上控制了，尼克的控制接得很到位。这段时间打的有点太糙了。给完以后，你说防御塔再被拿回追平，哎，不过这里野区就是一个草丛里碰到。这波的战应该不敢还手，有点难走啊！他这边没有闪现的，而且也没有大招。塔莎还在附近，但是诺言赶过来了。
啊，不是，是 Rookie 变了一个乐言，过半打的还挺快的，但是 OMG 必须也得接这波，这波是兰博恶女最强的一波，兰博还没来，吉安娜已经拿到龙的召唤杆，是个五打四，而且吉贤的血量是比较残，直接上不了切，推死了，直接掀推死了，司马的残血被逼向兵了一下，特别的进场，闪电中的谁，就会跟上来，闪电司马的这波就是闪现，这个时候放大招就没有用了呀，这边 CP 过来阻挡你的退路，3厘米的CP好短，但是司马的这个防跑不掉，啊，Q技能极限距离，这，哎呦 ，TP 不在长，在于他急不及时呀，哎，这一波打完，感觉。 OMG 有点乱了，说实话 ，IG 现在优势了呀，优势了，优势。证明这两个人显然动手，直接放一个灯笼先冲进去想宰，兰博现在红温，全要死。等下换一个，那还可以，辅助换上单，碾死两次，好伤。看一下刚才这一波，兰博的位置太远了，没有接住大招，没有接住大招，给了很及时，把基贤是直接逼退。对，这波 smart 也没什么状态了，被打的。Rookie这个TP好灵性啊，感觉。非常灵性，闪现过来，闭掉闪现，直接踢。这我是见过最短的一个 TP， 是的，对，最短但是有效果的 TP， 是的，可以这样说。哇，这波马哥是有想法吗？鳄鱼两件套的鳄鱼，哎，鳄鱼怎么被逼在这个位置？鳄鱼，这鳄鱼不是往死路再走吗？这波很危险啊！闪现过来，闪现换，但是被亏了。哎呦，连死三回，我怎么把他的强势期拖过去，对吧？避开他打，哎，一边是避过去，然后一边是杀他，这个里面。 差距还是挺大的，鳄鱼这个妮可，没关系，下路要发育的呀。OMG得找机会让这个上中野打一波关键团。哎，这一波野区，机器人很尴尬，在这个时候突然出来。这个看到了，直接顶着打的吗？这个救赎仿佛表明了IG打这条龙的决心。这也敢打？而且兰博也来了，这能打吗？冷少搭不搭野？给了个大招，冷也被烤死了。 冷夜这边直接交出自己的惩戒回血，大头夜已经没惩了，王子下来，这边没惩的，哎，王子被秒了，被冷死，打了168血，而正面仿佛要打赢这波团战，没有人阵亡，而这里反而是 OMG， 感觉一个都跑不掉啊，哇，没有惩戒的，这是还烧下来，自己血量也很低了，他那个惩戒必须得按，按完之后。 大陆还有160多血，然后泡芙是连人，这也就其实讲道理，你没上厕所，你也不是特别清楚发生了什么。这也就5、6分钟的事儿吧。对，这5、6分钟，从一个正面被压制打，到现在拿了大龙，打了一波零换四，然后开始推高地了，离谱。我感觉是什么 ？OMG 几波进攻受阻之后，有点自乱阵脚。我觉得就是汤姆从那波机器人上路开始的呀。韩少爷命也挺背的，下来168滴血。韩少不知道下面惩戒交了。哦。 看一下，对吧？汉上应该不知道。我记得是闪现打过来，多少血？然后1000多，100多滴血，然后没了。然后这一波就是鳄鱼在打小龙，对吧？哎，我们再讲道理，这一把 OMG 上路是靠自己对线打出了两次单杀，就是中辅呀，这把中辅太关键了，真的是。这把 IG 这个中辅在前期崩线的局，哎，找到一个机会，这个很关键。 这里泡芙反手，两秒拖时间过来想救出，救这也能救吗？救不了，救不了，这边反手推了一下，赶紧溜吧。这一波 IG 的话是阵亡一个 ADC， 还有1分钟的大龙，不过正面皇子怎么办？被留住了呀！韩少这边被开了，哎，被刷了过来。韩风，这边反手过来一个Rookie，但是有大招替身，我的剑卡上被融了。而且鳄鱼来发现正面的队友已经死的死，伤的伤，能不能再塔下创造奇迹？最后无敌了，刺杀，有没有五杀？IG到底有没有五杀？IG有五杀，好像锤了一下 TP。 Rookie很急，又是TP，五杀，Unta kill。哦呦 ，Rookie，这把 Rookie 100%的 MVP， 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哎呦，这把 Rookie 太 carry 了吧！吃的是草，挤的是血呀，这真的是血 C 这把感觉得重放一下。这把值得大家多看几遍，好吧？感觉中期南风跟 Rookie 做了太多事了，而且 OMG 中期的失误太多了，26分钟直接被平推了。就短短的几分钟之内，两边的。